好吧，你好，请的话，然后我具体介绍一下，我叫罗文清，我今年20岁，我身高1米75公分，我体重60公斤，我家在河北省，我家有5个人，我还没结婚，我已经到台湾工作2年做工长，我想到澳门工作，专职帮助家庭，什么事我都可以做，我不怕辛苦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罗琦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20岁。在澳门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受得了。每天都要加班4个小时到8个小时，你同意吗？我同意。你犯猪老板骂你，你会生气吗？我不会生气。我想，老板说我，然后我会努力。